最近啊，一段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的视频在网上疯传，画面里他还没倒下，却先做了一个极其眼熟的动作。有人说，等等，他是不是在摘 VR 头显？也有人立刻反驳，胡说，这是 AR 的自主护头行为，高级的很。于是呢，一场诡异的舆论大战开启了，一边是特斯拉 AI 已经觉醒，一边是这不就是远程操控露馅了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招。今天这期视频绝对是你们近期能看到的关于特斯拉 Optimus 摔倒事件最硬核的解析，没有之一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马斯克吹了整整三年的纯 AI 自主人形机器人，就因为一个抬手动作摔了一跤，到底是技术翻车还是被安全网给误会？最近啊，全网都在吵 Optimus 摔倒前的那个动作到底是自主护头呢，还是复刻人类摘 VR 头显。有人说啊，马斯克的技术光环碎了一地，有人说啊，这是行业常态，没必要上纲上线。但今天呀，我要告诉你，你们都炒错方向。这事儿的核心根本不是摘没摘 VR， 而是马斯克藏了三年的控制模式猫腻彻底露馅。这期视频我会用纯工程师视角给你讲透四件事儿：为什么自主护头是彻头彻尾的营销话术，连三个工程师提前都满足不了，人形机器人行业 90% 的 demo 都在用的潜规则，特斯拉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，这 VR 操控机器到底有多容易让人头晕，为什么一个300毫秒的延时就能让操作员慌到摘头显，宇宙那种光明正大做摇操的路线为什么才是行业的未来。全程啊，没有废话，全是干货。先给结论，别被情绪给带偏了，这才是事件的本质。在拆解之前，我先把结论拍在这儿，省得大家看到最后忘了重点。从专业工程师看， Optimus 那一下绝对不可能是纯 AI 的自动护头，它 100% 是人在回路的摇操作行为泄露。简单说啊，就是操作人员的动作被机器人给复刻。炒摘没摘 VR 真的是在看情绪戏，工程师眼里只盯一个指标，当事人到底有没有退出控制回路。一句话总结，这不是 AI 不行，是特斯拉的摇操没切干净，把行业潜规则暴露在阳光下。可能有人会说，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呢？特斯拉可是有 FSD 芯片的。别急啊，咱们一个一个拆，先从自主护头这个说法为什么站不住脚。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被马斯克的发言带跑偏，觉得特斯拉这么牛肯定有自主护头技术，但咱们搞技术的只认工程前提，不认营销口号。咱们先假设特斯拉的解释成立，这是 Optimus 将要摔倒时触发的自主护头行为，那它至少得满足四个硬核工程前提，少一个都不行。前提一，机器人得有能预判要摔倒的模型，但 Optimus 的优先解完全错。首先啊，一个机器人要自主护头得先知道我要倒了吧，这背后啊需要一套完整的失衡预测系统，包括什么 ZMP 重心预测、 IMU 姿态感知、全身动力学分析，这些语数啊，我们翻译成人话，就是机器人啊，得像咱们人类一样，能预判自己啊将要摔倒。但这里有个关键的常识，人形机器人失衡的时候，第一优先级啊永远是保脚，而不是动手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你拎着一桶装满矿泉水，重心不稳要歪了，第一反应是踮脚调整站姿，还是要护头？肯定是先稳住下半身，因为上半身一抬，重心直接上移，桶直接就砸地上。Optimus 也是一个道理，它的真三机械虽然手指自由度到了22个，定位误差能到0.02毫米，但它的全身动力学模型根本没能力在失衡时先保脚再护头，上肢一抬重心瞬间偏移，只会摔得更快。人类护头是本能，机器人护头是高难度定制动作，现阶段的 AI 根本没能力做这种舍本逐末的决策。前提是护头动作得是保守设计，但 Optimus 动作太像人了，真正靠谱的机器人跌倒保护策略行业里都有统一的标准，双臂外展，降低重心，被动吸能，简单说就是张开胳膊弯膝盖，用手臂缓冲，这是最稳妥的方案。你见过哪个正经机器人精准抬手往脑袋上凑呢？这是在用一条机械臂去抢一个只有人类神经系统才能拿捏的时机。给大家看个对比，宇树记忆体在测试跌倒保护时动作是双臂快速外展，就好比宇树记忆体在测试跌倒保护时动作是双臂外速外展，膝盖弯曲，
整个过程0.2秒完成，粗糙但有效。再看呢 ，Optimize 那个动作，幅度均匀，轨迹有着明显的意图性，说白了就是像人在做连续动作。这在机器人领域叫人类意图泄露，跟自主决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前提三，真有这技术，马斯克早吹上天了，但他啥干货都没放，这一点是最打脸的。如果 Optimize 啊真有成熟的自主户头技术，特拉斯会藏着掖着吗？马斯克是什么性格？当年 FSD 系统刚能识别红绿灯，他就在叉上连发十条推文炫耀 Optimize 真三能穿针引线。他直接开了一场直播，吹了2小时。那关于自主户头啊，特斯拉至今没放技术细节，没给测试数据，没发学术论文，没开放附件条件，啥都没有。唯一的解释就是，这是事后找补的营销叙事，根本不是真实的技术能力。到这儿啊，自主户头的谎言已经不攻自破了。那问题来了，既然不是自主，那为什么肯定远程遥控呢？这就得聊聊人形机器人行业的公开秘密，看不懂行业潜规则，被 AI 自主的噱头忽悠。我先跟大家透个底儿，在人形机器人圈，90%的公开 demo 都是3分自主7分遥控，这是名牌啊，不是阴谋。不管是特斯拉、宇树，区别从来不是有没有遥控，而是敢不敢说实话。我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些公司的 demo 套路，你就完全懂。预定一动作，先把机器人要做的动作编成程序 ，demo 时啊按个按钮就行，看起来像自主，其实是播放录像。混合模式切换，机器人先自主走路，走不稳了就切远程操控 ，demo 完再切回去，观众啊根本就看不出来。离线策略回放，提前在仿真环境里跑好最优的路径，现场只是复刻，跟 AI 实时决策没关系。特斯拉2024年的叠衣服端爆米花 demo 后来被业内人扒出来，全程都是用 VR 头显动捕服远程操控，直到2025年才转纯视觉 AI 训练，但也只是部分自主，高危动作还是得人来兜底。说白了，现阶段的人形机器人就像刚学走路的小孩，可以自己晃两步，但真的要走稳做精细动作还得大人来扶着。马斯克的问题啊，就是把扶着走路吹成了自己能跑马拉松。第二， VR 摇操的致命短板，300毫秒的延时就能让操作员晃到摘头显。为什么 Optimize 非复刻摘头显动作？核心就是 VR 摇操的眩晕问题，这玩意儿比你想的更猛得多。之前有兄弟在评论区问为什么看 VR 会晕呢？今天我用大白话给你讲透。咱们人体平衡靠三套系统，眼睛看，内耳感知，身体体感。比如你坐过山车，眼睛看到在俯冲，内耳感知在动，身体也觉得在晃，三套系统信息一致，你就不晕。但 VR 摇操机器人的时候，问题就来了，你的眼睛看到机器人在快速移动转头，但你的身体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，眼睛说着我在动，内耳说我没动，大脑直接就懵逼了，判定你是中毒了，于是触发了眩晕恶心的保护机制。更要命的是延时，延时不是线性增加的，是灾变式的，50毫秒还能忍，100毫秒就开始不舒服，200毫秒出现错觉，300毫秒前直接生理反应。就像你玩撸啊撸，别人都用着7毫秒的反应速度，而你用着700毫秒，你觉得能打过他吗？你想想，操作员带着 VR 看着 Optimize 的视角画面晃来晃去，突然间网络卡，延时呢飙到300毫秒，画面慢半拍，他第一反应不是慌了，是不是想摘了 VR 缓一缓？而 Optimize 的11自由度零巧手真三已经到了22个，是1:1复刻操作员动作了。操作员一慌，机器人跟着抬手，重心一歪，直接摔了。这不是阴谋，是标准的工程事故。这里必须提一嘴大疆，为什么说大疆才是低延时的天花板？大家的图传技术能把延时压到20毫秒以内，而机器人加公网加视频编码，简直就 VR 眩晕的地狱模式。特斯拉没找大疆合作，我只能说有点头铁。再看混合模式的致命漏洞，特斯拉就是栽在这儿。刚才有的兄弟可能会问，既然是遥控，操作员摘头显前不能切到自主模式吗？问得好，这就是特斯拉这次露馅的核心，混合模式切换没切干净。现实中，人形机器人的控制系统就是个模式切换开关，专业说法叫有限状态机，自主模式、遥操模式、待机模式来回切。正常流程应该是这样，机器人先自主走路，走不稳了，操作员切遥操兜底，要解除遥控时，先切回自主平衡模式，让机器人自己稳住，
在摘 VR， 但问题出在人慌了会忘步骤，操作员因为 VR 眩晕突然慌了神，直接伸手摘头显，忘了切模式， Optimus 还在摇操状态直接复刻动作，然后呢就摔了。这事儿要是特斯拉官方回应，大概率会说这是混合控制系统的特殊表现，翻译成人话就是切模式切慢了。聊到这儿，肯定有兄弟会说，那人形机器人行业就这么不靠谱吗？不是的，靠谱的公司多的是，比如咱们国内的宇树科技，人家就把脚操写在明面上，反而赢得了行业尊重。宇树啊，去年十一月发布的 GED 树彩训练平台就是行业的清流，明说自己是摇操，不吹什么纯 AI 自主，直接告诉你，我们就是用人遥控机器人采集数据训练模型，把延时啊当成核心指标。人家的旗舰版 GED 啊，直接把摇操控制周期延时写进参数里，目标呢就是压到最低，避免眩晕事故。GED 啊，不仅是机器人，还是硬件加数据加训练的全展工具。身高能在 1.26 至 1.68 米伸缩，单臂啊能扛3公斤，还能7乘24小时采集多模态数据，直接给 AI 模型喂燃料。宇树的路线其实就解决了行业的三个核心问题：数据问题，人形机器人 AI 需要海量人类操作数据，摇操就是最高效率采集方式；安全问题，人在回路兜底，不会出现机器人失控的情况；商业化问题，先靠摇操做工厂巡检、洗碗等弊端场景，快速落地赚钱，再反哺 AI 开发。对比特拉斯的营销先行，宇树这种技术先行、诚实沟通的路线才是行业该有的样子。真正可怕的不是遥控，是遥控啊还要装成 AI 觉醒。好了，聊到这儿，咱们再回头看 Optimus 摔倒事件，就能给他一个准确的定性。这不是 Optimus 的 AI 技术不行，毕竟他的真三已经能穿针引线，定位误差 0.02 毫米，技术实力确实是行业第一梯队，也不是特斯拉的工程师不专业，混合模式切换是行业共性的问题，真正的问题是马斯克的技术叙事跟真实技术的割裂，他把三分自主七分遥控吹成了纯 AI 自主，结果呢一个小失误把行业潜规则暴露在公众面前，导致技术光环先于机器人失去了平衡。最后呢，我留一个互动话题，你觉得特斯拉接下来会怎么回应这个事件？是承认摇操没切干净，还是继续嘴硬说自己自主护头呢？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下期再见。